你怎么那么快就看见我了呀？灵机是吧？啊？哎，你怎么又出差呀？没办法，我也是刚得到通知。那你要去几天呢？一个星期。那么久啊？我也不想去。你不许跟小妖精说话，你不许看他们，不许留电话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好好吃饭啊！来，亲一个。嗯。衣服带够没有啊？带够，大老爷们有什么讲究？你一星期就这么一小箱子啊？你还不脏死？不脏，来，预备。太好看了啊！不许跟小妖精说话，不许看他们，不许留手机电话，还有，要好好吃饭，记住了吗？好，我就是喜欢你这絮絮叨叨的样子，像个小兔子。谁絮絮叨叨了啊？这不还为你好吗？少来！哎，背一遍联络守则。哎呀，不背了。哎呀，啊，打电话不能超过三声接，要是在工作必须以彩信形式告知，回短信不能超过一分钟，30个字以上的以字数为准，1个字1秒。能遵守吗？不出差，我天天不也这么做吗？顶嘴！谁顶嘴？我哪有这胆量啊！乖。啊？把手先伸出来。有福利啊！你的。送我的。娘子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小生无有了，唯有以身相许。哎呀，既然这么着的话，那我就勉强收了你吧。